日本的朋友们，大家好。那么这一次《五星大饭店》非常高兴能跟日本的观众见面。然后这部戏是我们将近快一年吧，我们每个人都很用心的去做它，然后也是我们每个人花费了很多很多心思和心血去完成的一件艺术品。然后我希望大家去多多关注，多多支持，谢谢，拜拜。